二一。等待爱情，不如创造爱情。小飞一定会找一个很爱很爱我的人，然后我要当他的新娘子，一辈子都不跟他分开。每个人都在寻找着生命中的绝对道理，渴望爱情，期待幸福的他，默默许下愿望。只要你说出来，一定完全符合你的需求。24小时贴心服务，绝对让你脸红心跳。既然客户不想和你再需要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是你向克隆大师订购的商品，请接收。这公司效率太高了，主管定金就送来了。亲爱的，哎，你就没见我一堵在你家门口？你看我那些做什么？你变态！关小飞，你疯了吗？像这种不性感又没有特色的内衣，我会有什么？我觉得你们两个感情蛮好的，为什么不干脆在一起算了？他那个人机车到不行，每次都会找你麻烦。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和其他女生什么互动，所以你对他来说应该很特别哦。完美情人 VS 青梅竹马，开启一场微妙的三角恋爱。或许小飞的过去我不知道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一点一点了解他，包容他，不管是他的优点或缺点，我全部都会接纳，因为我要成为小飞最完美的男朋友。南哥，谢谢你，就算是机器人也好，至少这个时候我不觉得孤单了。通过有你，让我的人生彩绘出幸福的城堡。现在好好吃哦，真的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才做这么个厉害。当然啊，是小飞设定的啊。全部都是你整理的吗？因为你有勾选，爱干净，会帮我整理环境。因为你有勾选，难过的时候必须马上出现在我身边这个选项。是你的朋友，绝不能让你失去重要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做饭吃？你就活该倒霉，对你这么好，爸妈不在家，我就活该倒霉要照顾你。我看我想去找个女朋友好了，啊，就隔壁的小妹姐啊，天造地设，门当户对，青梅竹马耶。你给我听清楚了。人家已经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你在这边给我乱配的。双子刚刚为什么不理人呢？搞什么呢？是因为看到我跟奈特在一起，所以他生气吗？小飞，你手机一直在响哎。你讲流血，我帮你擦药。不用了，我回家自己擦。双子，为什么抱我？爸
踩到了跷跷板，将决定谁才是绝对 darling。